最近柳涛在云南泸沽湖拍《亲爱的客栈》，柳涛在菜市场买菜被粉丝发现，素颜的柳涛戴着帽子显得依然很美，柳涛拎着蔬菜，衣领挂着墨镜，一副呆萌的表情，很是可爱，光线显得有些昏暗，但是近距离下依然可以看出素颜的柳涛真的很漂亮，一点没有浓妆淡抹，大方自然。柳涛看着蔬菜若有所思，一副纠结的心情写在脸上，看来明星买菜时同样会头疼，像每个平常人一样犯愁不知道该吃什么。旁边这位帅哥拿着袋子，应该是和柳涛一起出来买菜的朋友。柳涛认真挑选水果的样子有没有很接地气呀？趴在筐子上认真的看水果，让人瞬间暖暖的感觉，原来明星在生活中也会回归平静，充满了生活气息呢。